今天最后一场比赛啊 ，Coco J 对上 Meow My Car， 哇，第一张地图就这么刺激，是不是？要塞啊你！这个看有没有人要去开黄金矿哦。第一张地图右上角红色的虫子玩家就是 Meow My Car。地图左下角蓝色的就是 Coco J。OK， 大家自己想象有一个帅气的 Coco J 在这边。郭先生、哦、对，今天这场比赛谁赢了就会成为唯一进到八强的重组啊，唯一进到八强的重组。那如果郭俊赢了，他就是那个就是替补选手进到八强，对，替补选手名额资格的身份啊，进到八强、哦、好，两边都狗死开，但有点区别是郭俊是16人口，那喵喵开的是17哦，稍微差一点点。勾这决定进入喵喵卡的节奏，跟喵喵卡打了。那这两个人其实历史战绩是喵喵卡开比较大，对，但有一部分是因为他们到后来，他们两个曾就是有一段时间会有个那个算是东南亚小比赛，然后都是这两个人在打冠亚军嘛。然后他们两个就是有一段时间后来啊，他们有一段时间就会开始。这个拿神族和人族在对决、哦、他们对于谁拿冠亚军就是没有什么太 care 的，对，大概这种感觉。但 Coco J 反正就输了比较多。好 ，Coco J 做四条异化手，然后比较晚的放瓦斯场、哦、那喵喵卡的瓦斯场算是比较快的，但是平心而论，这两个人的瓦斯采集都是非常慢的、哦，他们的狗数都是可能三分半以后才会完成。这边绕四条狗出去，喵喵开看不到。好，又要从往对方家走，看一下，哦，这边看不到哦，我这边没看到。那喵喵开家里两个异化虫在防死神呢、啊。对，我们看到他放在这个斜坡，也不是斜坡，我们看他放在这个高地啊，就是知道他在防死神，没什么太大的毛病哦。那家里一样是继续补后虫，喵喵卡的狗数现在升级，那四条异化虫来哦，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。这边想要咬后虫，但他有两只哦，这个两只异化虫哦，你也干不了什么事情。这边在侦查，很紧张，要看对方有没有蟑螂繁殖场。那这边先送两条异化虫哦，反正自己这个够强，所以也不怕，送两只异化虫而已，没什么。后面两边继续在补，待会应该哎，等一下。哎，勾勾卷没有升狗数哦，他要打一个二本蟑螂。那这边上来就要先看一下他怎么封他的建筑学了。对，然后哦，慢慢看这边后虫出征，家里要三开，这边在找王虫哦。勾勾卷第一时间有没有办法反应？完了，我觉得他这王虫看起来是没了。哎，完了。啊！又要从追出去，我怎么他也很勇啊？他也很勇啊！这掉了一只王虫，其实勾就很亏哦。但好消息是他这边二本很快，然后这边走一个一公蟑螂，大哥，一公蟑螂，求求你，公要不要升啊？升了。啊，这边又死了。哎，好，变剑当中就不会死。我们看家里，对，啊，他现在蟑螂，他怎么不先升那个、啊、蟑螂速度啊？在干嘛？难道要没有？他也没有士气啊，他这样不能出门呢、欸，你们知道吗？我就从进来看到对方在升二本哦，又要从进来看光光，有，然后三矿要开哦，哇，他流程没算好啊，我跟你们讲，他流程算好，我觉得一攻跟提速好 ，A 过去就赢了啊，升一房，你瓦斯这么多的吗？三个气可以变这么多瓦斯出来是不是？啊？只能说，
怪怪的，怪怪的，好像输了。不要问我为什么，不要问我为什么，不要问我。身为一个一公蟑螂的达人哦，对，打到这个局面，除非啊，他就在家里防守，然后喵喵卡来送一波，对，不然我觉得好像已经输了。不要问我为什么，剩他一攻一防啊，可是这个毕竟喵喵卡还是，你知道他三攻是比较早开的、哦，然后再加上 Go Joy 其实掉了一个王虫。所以，而且他掉了王虫时间点是很早的、哦，所以其实这个卵的数量跟经济其实 GoGo 也是落后的。然后这边喵喵开始打岩石，要往对方家走了。这样地图把岩石打掉之后，其实去对方家是非常快的。好，这边看建造王虫还在看 GoGo 放了一根地刺哦。GoGo 知道对方打一波吗？他看到对方在打这个岩石哦，那确实喵喵看也是一直在按蟑螂哦。喵喵看应该是要蟑螂提出好好顶一波了。那这样 GoGo Joy 啊，他怎么补工兵了？啊 ，GoGo Joy 完了 ，GoGo Joy 王虫没有进去，他王虫要是有进去，大哥你出门了啊？过来看到没工兵，懂了吧？回家回家，蟑螂回家，他没工兵，你干嘛还来？啊？哦，两边，慢慢看，直接分蟑螂就 GoGo Joy 家，那家里好像锁住了。GoGo Joy 家里呢？啊 ，GoGo Joy 家里蟑螂不够。下面一位，蟑螂还在 A， 蟑螂数量差很多，差了50人口。怎么办？喵喵卡又要进八强了，为什么我都又呢？GG，不是啊，这勾圈一脸就是他这个流程很少在用啊！啊，完了，真的真的，那没必要，他只有三个气，没必要升一防啊。那要么就四个气升一攻一防，我觉得还合理。他三个气，那瓦斯已经少了。狗 NA， 他瓦斯已经少了，还要去升一防？不懂啊，不懂。你们知道一防是150气啊？150气可以做几个蟑螂？六个，对啊，只能说非常的遗憾 ，GoGo Joy 居然输了第一把，但没关系，我相信 GoGo Joy 这个准备了一天要赢第二把，应该是没什么太大的问题的。妈，先奶一口，完了 ，GoGo Joy 看来是没了。被我奶了这一口，应该是待会就没了。哎，没办法啊！现在就很像那个，可以这样讲吗？那个绝知绝啦！要是是我在上面就好了。绝知绝啦！要是我在上面就好了。要是我的话，我就可以以这个迅雷不及掩耳速度按出超过喵喵看30人口的蟑螂。我应该可以这样讲吧？我这样算是星海绝知绝啦吗？等下，他叫绝知绝啦没有错啊。太好笑了啊 ！GoGo Joy， 我等了一整晚不是要看这个 GoGo Joy， 大哥，他怎么还不开？为什么每把都要开这么久？他们光等着这段时间，我就想睡觉了。
第二场比赛是在美孚啊，他们要打新加坡，新加坡。新加坡这么一说就有问题了，什么问题？什么问题？主播到底希望哪边赢？我肯定是希望勾勾就赢啊！看不出来吗？我肯定是希望勾勾就赢啊！你知道他们两个在这边都有个特点吗？他们都没有遇到神族啊！哦，有。他们在预选赛的时候没有遇到神族啊？吗？我是难得想ban人啊，欠ban，操！哦，对不起。再一个，嘿嘿嘿嘿，欠ban你们这些人，欠ban。OK， 第二张地图 Set Delta 完了，又有一种不好日感。地图左上角蓝色的就是 GoGo Joy， 地图右下角红色的就是 Meow My Car。好，看 GoGo Joy 这场又是打什么？我只能说啊，我是非常有信心打这些人，我是随便虐的。只是没有在半路上遇到太多神族啦，这 GoJoy 打进来又没遇到神族，搞得跟真的一样。这喵麦开是靠着他东南亚的积分，所以他的赛程都很软，懂吗？他赛程软的要命啊！他靠着他去年东南亚积分，他赛程是有够简单的、啊。这两个人遇到我就是被我吊起来抽啊！不服来辩，不服来辩，啊，不服来辩。好，这把终于选择裸双的 GoJoy， 对吗？还是裸双正常点。他打那个狗子开，就是明显就没有喵麦开来了那么擅长。好，喵麦开还是一样狗子开，瓦斯也比较慢哦，瓦斯也比较慢。其实打喵麦开，也就是我觉得你就是裸双，你裸双，然后你去。防他们绕狗就好了，就是他们绕狗，然后如果绕狗，你就做个两只到四只异化虫，其实也没什么问题。然后你就四后虫去二本蟑螂，这个是打喵喵开最稳的，输不了的打法，真的输不了，真的输不了。我跟你讲，这亚洲赛区我只要不要遇到神族。跟不要遇到奥利维拉，我他妈的就是还是顶尖的好吗？只要不是遇到神族跟遇到奥利维拉，我绝对是顶尖的、啊。跟你讲，绝对没有一个人敢说他们打我一定赢啊！哦，对不起，我这样有太嚣张吗？我觉得我是这样想没有错、啊。我觉得我实力，我确实可以这样讲。好，四条一号虫过来哦，四条，然后对，其实就。等下 ，GoJoy 这一场看起来要那个咯，他要升二本，但不知道是不是四后虫。但他的流程要四后虫，其实偏烂，因为就是 Zero 自从也不算 Zero， 就是 Eric， 其实这套是 Eric 发明的，就是15-14的那个打法，那个开局，其实是一个南美洲的虫族叫 Eric 他发明的。那个开局，其实在不管是任何的两矿虫族的，不管任何的两矿的打法上哦。都是比这种16人口裸双的打法还要来得强的。他可以怎么样？他可以有四个后虫之外呢，他又可以在三分大概10秒左右就可以升级二本了，就是稳到不行，稳到不行的打法。然后科技又快，攻防又快，缺点就是他三矿你要三开的话就会亏，但是你只要不三开，你两矿开了任何打法，就是不管是跳飞糖或者是异攻蟑螂哦。或是说，反正只要是两矿开科技的打法，都会比一般的16人口的打法还来得强哦，还来得强。
好，这边进来，有看光光。有这边就是对啦，还是这样正常点。他刚明显哦，要跳飞糖吗？但他刚他那把就炸掉了，干嘛？炸掉了，他把我怎么炸掉了？哦，真的一公蟑螂了，他这边要准备拉屎了，各位。然后郭俊刚才偷听啊。他被一公蟑螂打不死啊！其实应该要打他死的，因为喵麦开的打法是没有一公的，你们知道吗？哇，又跳飞糖，给他死吧，这给他死哦，还开三矿。而且喵麦开的打法是没有一公的，所以他，你只要一公蟑螂打得够好，你们知道吗？你只要一公蟑螂打得够好，他是不可能守得住的，除非他这个二矿口对不对？下满地刺。下满地刺，然后强行守一波，那是有可能的。只要变两个九尾兽，我跟你们讲，其实一公蟑螂还有个精髓哦，就是你要变两个九尾兽。可是他没有变，那两个九尾兽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他明明九尾兽明明感觉没有那么强，但他就是能创造出这个叫什么？非常出乎意料的伤害，应该这样讲。其实你要两个九尾兽，真的有差很多。这个是有这种打法，就是你有那两个九尾兽，其实差超多的。不管是丢火线是走位还是怎样的。好，这边蟑螂往前顶，先点掉一根地刺。完了，是不是打不过兄弟？蟑螂闪开啊，大哥！好像又输了、欸，吹了半天。啊！又输了。哎，郭俊没了，没了没了。人家飞糖在按啦，兄弟。哈哈哈！你下一下龙塔有什么用？哎呀！现在几比几？哦，不好意思，忘记了。哦、不好意思，为什么人在放假消息？现在不是11啊，现在是10，忘记改了，忘记改了。好，这边蟑螂劫毁过来，飞糖出来了，对方的蟑螂比你还多哦，不，往前顶打出了 GG。我们恭喜东南亚最后一个虫族，他又进到了八强，太优秀了，真的太优秀了，恭喜他！眼神死，眼神死，我也不知道到底该说什么。OK， 那今天的比赛对就到这了，好，感谢大家，感谢大家，感谢大家，我们有缘再相会啊、哦，有缘再相会，对，大家晚安，我要去恨铁不成钢了，对，我要去恨铁不成钢了，大家拜拜，下次见。